据初步统计，7月16日以来，截至26日12时，此轮强降雨造成全省150个县市区、1558个乡镇、1290.74万人受灾，因灾死亡69人。全省目前紧急避险转移67.55万人，累计避险转移93.38万人。目前紧急转移安置87.29万人，累计转移安置147.08万人。目前需紧急生活救助还有15.73万人，累计生活救助33.83万人。农作物受灾面积是9972.1千公顷，承灾面积419.9千公顷，绝收面积108.9千公顷，倒塌房屋是13943户，38643间，严重损坏房屋是32279户，115687间，一般损坏房屋是10009000户，29万间，29万5319间，直接经济损失是715.29亿元。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的核查评估统计之中。